尤其是你跟他说我走中间啊，你已进入一级你要战这备么状节态，约我啊，是那皇个家手游下的特那种个。兵。黄总，你是不是好好好，天天这么玩啊？怎么676也是这样子啊？黄总，比赛开始。咋了？676怎么也是跟你一样的打法？不咋会会吧？那龙舟后面走，应该不会，他会比我有一点。蓝队拿下首分。我靠！怎么是骑士啊？走错了。Nice shot！ 你让骑士走我这边。Reloading！ 我操！这大盘你可以啊，有手法呀。看一下标题。哎呦我去！还看到了我。这其实是手机吗？都是手机，都是没辅瞄的。哎呀，我这满了！他们真不是你的对手，真的。你要相信自己，我冲过去。哇，他腰是真准。有点准，有点准。不吧。哎呦我丢！哎呦我丢！哎呦我丢！因为我拜佛。还在闪击。你转过来，你妈你楼梯。闪击跑了。哇，我高塔又打不过他。Clear。Cover me。厉害呀，主播。哇，哪里有你？我操，真牛逼啊！哎呀，有点厉害。红队诞生了新的超神选手。哎，红队获得半程领先。红队的超神选手被终结了。咱们这个车队有点晚啊，我们是晚被车队了。Cover me。红队诞生了新的超神选手。我打错人了。哎呦，怎么把我搞晕了？我晕了，我头都晕了。连着他队友一起打，笑死我了！我的妈！新版本，我的妈！我的妈！我的妈！
头晕了，头晕了。哎呦！你怎么救了呀？红队的超神选手被终结了。哎呀，我都被打死了，差点。时间过半，哎呦，红队暂时领先。不要打我啊，你们！我走了，他把我打死了，差点。哎，前方有人。跳枪还挺准的，这个棋子。红队离胜利不远了。赢了！只要我们三个都打到这掐死了。哎呦，输了！比赛结束，哎、没输，红队获胜。都赢了，都赢了，都赢了，兄弟们，哈哈，都赢了。我赢了三个头。这兄弟你打谁啊？打野吗？就看一眼你就能找到东方吗？在这里哦。那么的打，我估计先别开啊，黄。干嘛？不会又这么玩吗？我再去了，一点意思都没有啊！太吵了，别三个一起打了，太吵了。维森，我跟你打维森。我跟维森打。我们亲自打。我跟维森打。你别跟我打，老子打不过你。你啊。